时尚，大家好，我是蔡诗芸。Hello， 新上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unny 王阳明。刚刚看完这次蓝装秀，然后觉得有没有感受吗？其实我们到巴黎的时候特别期待这次的 Givenchy 的 show， 然后Ricardo 这次真的很 wow， 你知道，就是让我跟 Dominique 都觉得他这次非常 cool， 然后他的设计跟 concept 都是有一点点我们说像 cowboy， 但是呢又有一点gothic， 然后又有一点 futuristic， 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你觉得呢？我觉得很多的一些男生的一些服装都还蛮抢眼的，然后特别是出来了几个女生的那些服装，我觉得自己个人非常的喜欢。我也知道两位刚刚就度完蜜月回来，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我们度蜜月这次我们享受大自然，然后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们已经看过金沙了，但这次我们想看大白沙，所以我们飞去南澳洲，然后坐好几个小飞机，然后坐船出海，然后在一个铁笼里面，然后我们看到几个大白沙，特别刺激。因为本身自己也是在澳洲出生长大，所以很多的一些澳洲的地方自己都没去过，因为我一直都是住在雪梨，所以这次也是有趁机会就是自己去看一下，然后也带着 Sunny 一起去，然后就发现就是澳洲有很多很美丽的地方我都没有去看过，所以就希望就是今年也有很多就是不一样的旅行可以，但是我们可以去看一些很多地方。我不太会给他建议，我觉得他自己穿衣服还蛮帅的，他不管穿什么东西都很好看，所以他其实自己都很会搭配，每天就是自己打扮的时间也还蛮久的，可能比我还要长有时候。没有啦没有开玩笑，但是就他自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这样子，对，所以就每天就会帮他看看，然后有时候他就会说哎，这一双比较好看，或者是这一双，我就会跟他说哎，我觉得这个比较搭配。那今天这场秀上面有没有哪个单品觉得特别适合他的？你先说，然后你再说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特别喜欢。我觉得有几有一系列就是全部都是从上衣还有外套到脚底全部都是全黑的，我觉得很适合 Sunny。 有一些长的那种外套，特别是有看到有一个好像是领带那边有一点皮草，很适合他。然后有一些就是好像内搭的里面的那种帽 T 啊，或者是那种 T 恤，就是会很适合 Sunny， 我个人觉得。对，我觉得那个因为本身我们都喜欢穿黑色的，所以我有看到一两个就是长的夹克还蛮帅的，那这次他们就是用了一些小的平的毛钉的细节，所以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对啊，很期待Ricardo 每次设计的东西，对啊。